给我们的沈俊。什么第一次啊？你说越野车吗？对，正式第一次给我们沈俊越野车骑乘，好不好？对，你觉得你有信心吗？你说把你安全送到上面吗？没错，当然。那你有信心把我安全送下来吗？哎，有啦，都有，绝对有，绝对有。你看，我们有那个威风的教练，我们有威风的教练，教练会甩尾啊，他等一下会带我们去山上，我们等一下要去山上了，森林秘境啊 ，Yes。你有信心你不会掉下去吗？看你的技术吧。对啊，来，你要太快，我就会叫你慢一点。好 ，OK， 我接受。Let's go。感觉不一样，对不对？跟这个路有点，你好好骑啊！我要骑多久？20分钟。20分钟。对，20分钟。凉了。这扶好吗？不用。我这样离我好近哦，我好害怕。害怕什么？演戏的时候可以跟。这要大家自己去看哦。还是要再一次？现在不太方便啦。可以啊，我很方便。我已经感受到你的那个胸肌了。下坡喽。